重案逆比，这个出现很哇，这个是我看过韦中写的最长的。一般来讲，这个靠近哦，这个中间的缝隙，这中间缝隙的窄一点哦，它才这个才衬托这里张开的时候字的姿态才好看。然后点都会稍微偏向上面，偏向上面，因为上面是中宫嘛，字的中间啊。横画细，这个直画也未免粗细，差多的啊。横画细，上宽下窄，这个一定要做出来。点，稍微顶了一下，撇粗到细，这点应该悬空在这破掉的位置上。这看起来有双主笔啊，上面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主笔，然后下面又来一个很长很长的主笔，但是每个横画还是很瘦哈，均尖抬高折下来，这是第二个主笔。我如果这样就是双主笔了，这是它圆径之势，有点圆径，不要写像电线杆哦，它不是电线杆啊。略鼓起来，然后左邻右不连，左邻右不连，它的这个横画看起来都怪怪的。压一下骨头，撇，伸得很长，点也不能太弱，伸长一点。唐，点画，总之看起来都还蛮挺的。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颜真卿是圆的，我倒觉得是用笔真的有些地方像这个是圆的，可是。看起来还是很挺啊，你看这个斜度好斜，还是很挺。虽然这个用上去很厚，还是很挺。好，唐十向中间集中，抬起来绕过去，然后这个要斜扁一点。十的话，注意那个。用笔的弹性，粗细粗撇就绕起来，这个绕起来其实逆上去写这个，捺